果下大雨。然后我们在车上买了早餐，他们推荐的这个阿福早餐，其实我也没吃过，它是那种传统式的饼皮吗？就不是酥酥的那种，好吃吗？不错。你好尬哦。咬一口啊，赞哦。昨天雨大到我都没有睡好，阿妈你有没有被吵醒？我被张雨生吵醒。哈？你说什么？我被张雨生吵醒。为什么他在打我？差不多。真的？而且他每次都是上一秒我不想睡，我想睡，下一秒就狂，而且真的是打我。早餐你要吃的吗？你吃什么？九层塔，看似健康的，他说九层塔比较健康。为什么这个？因为这个没洗。有绿绿的，就是。你要吃吗？我先吃那个儿童餐。儿童餐，拿到蛋饼了。那谁的？是林依轩的，放地上的。啊，林依轩的放地上。大事不妙了，走多久？我们以为只要半小时，结果要快一小时。其实我们九点半要报到，但是导航说十点才会到。阿妈，我们上得了船吗？不行。哎，阿妈，你不要这样，这样我们要自己划船。可以啊，反正那个飞机也是有人这样赶的。也是有人不准时的。准时的是你，不是我，我真是超准时。可是你在外面等，你怎么知道我们快来？因为毕竟我现在已经是个出社会的人，迟到就没有全勤了。对，我们终于在十点赶上报到，拿到票了。看这个报到口还蛮漂亮的哦，很大一个。而且那个柜台小姐是我们的学姐。很多次啊，是棒球哥，你要一个一个介绍吗？啊，他嘞？等一下拍到那边十二点就可以了。这个已经结束了。阿曼不会发动。Go！ 现在加个油都要排队，超级超级超级多。这是这样的。观光客在拍照。到民宿，这个是老家馅饼，这是什么？你把它的玉冠先遮住，玉冠，然后这是紫玉仙草，
这是沾哥烧肉饭。天顶有肉，有肉。爆汁爆汁啊，很 juicy juicy， 发音不够标准。啊、他早说戴眼镜不会痛，没有，你手会流上，手会流起来啊，至少不会被喷到啊，我喷到眼睛都张不开。我们刚想说下雨，不然热血一波骑车好了，结果发现这个安全帽根本没有前面那一片，我们眼睛根本打不开。打得到他名字吗？雨超大，耶、yeah, ！我们成功拿到这个摩托车面罩，还好走路就有一个五金行可以买，不然真的骑不到市区耶。不然我们回去全部眼睛瞎掉，我就集体看眼科。走了走了，不够长。没关系啦，不会掉就好了。重见光明。Let's go！ 耶，我们终于千辛万苦的骑到了这边，而且我们刚买阿三鸡排，那就是阿三吗？三个，重来，落远了，重来。然后老板还一直催我们，一直打电话。我们就已经在淋雨了，他还一直打电话叫我们赶快。我为了他的鸡排已经很奋力了。我们还买一个那个罩子。要近一点，再近一点。有吗？有吗？只感应得到你喊跑下去。哎呦，好像不错哦。哎、欸，我们发现新的用途了。感想。好吃，鸡排好吃哎！你看他那坚定的眼神，说好好吃。那你吃看看那个好不好？那皮很薄。肉很厚，皮很薄。它跟天使鸡排，你选哪一个？爸爸。不同感觉，这是古早味的。哦。嗯。那个嘞？那个好吃。还行。普通，好吃吗？还行。现在要走去那间全联买晚上要喝的酒，结果雨还是很大，不知道九点放烟火的时候会不会停。
个是全家澎湖限定的仙人掌冰淇淋，好吃吗？还好。大家澎湖人攻击他，谴责谴责他，用力的谴责。越喝越害怕。快点，要喝了。酒快没了。我们要喝了，要喝了。我们的啤酒快了。我们起床了，结果我们一点才出门，早上都在耍废，因为我们增加三个新成员，是三位，一大群人。我们今天是住这间包栋的。要不要讲点话？你要不要介绍一下这里是哪里？他今天才入境。这澎湖跨海大桥。很漂亮。赞啊！观光客拍照，其他人都去尿尿了。单压，结果几乎每一组都要我们帮他们拍照，可能我们的拍照技术太好了吧。很多人都在等我们帮他们拍照。我们现在要来吃午餐，这一间是小皮的店。我们点的是小卷面线，嗯，好吃吗？我觉得很香，很辣，辣吗？它有香料，根本不用担心它。尖锐，好吃吗？他这个早上没吃早餐，这是今天的第一餐。你自己留一半给我。海菜煎饼，海菜煎蛋。你干嘛误导我？海菜煎蛋，我也没吃过这个，可是看起来蛮好吃。红红冰茶。然后旁边最小的干好吃。花花枝丸，看起来没有好吃。看起来蛮苦。我们错怪他了，那个超好吃，超好吃，里面超多花枝的，一咬就有。会喷汁吗？很烫，不会喷汁。那个海菜煎蛋已经被我们吃光了，还好，就是有一点点海苔的味道，就这样。哇，你吃完了？我看吗？哦，真的很高级，真的。很多，这也是澎湖的某一个海滩，也不知道在哪里，就随便走呗。不要啊，吃饱饭来走走。大池炸鬼，这里面有鲨鱼，不知道鲨鱼吃起来怎么样，可是好像要等很久，我们排很后面，先去逛逛吧。还有他们两个，我喜欢这只黑色的，这只啊。你帮我拍我跟黑色的这只吗？会不会被你们照？你会跟我们照？好多吗？耶！哇，他们都好乖哦，好乖的。他翻你白眼，翻你白眼。他说这真。喜欢你。这女的到底要拍多久？啊，她超级悲心。哎，没有声，再一次。这差不多。你是黑猫？你是黑猫？哈哈哈哈哈。尖锐傻眼。尖锐，尖锐，尖锐。还好吗？还好啊，拍我是小黑猫。哎，他们相亲相爱。看见他超棒上。
什么逃荒？啊，来了！他在看怪人。我们在二坛，然后买了这个凤梨加仙人掌，然后这个是冰花，这个比较好喝。推推。哇，好多钱！推推吗？嗯，我觉得不错。一个不推。没有啦，我没有喝。我差个没喝。这个这间店叫什么？那个二坎的二马，这一碗要50块。好吃吗？好吃吗？不会。这还有一个可以自己加糖的，但是这里风景蛮美的。情侣厮杀，屁！他没有在手软的，超大力的，预备哦，开始。对，喂，哎、欸，想干嘛？想干？你是不是爱他？直接扑，直接扑过去。好，开始。对，那还是你的小拇指借我。断掉刚好。哎，你如果手没有感觉的话，可以夹看看。哦，变哆啦 A 梦。他们是一家人。一家人一生绝，讲完就讲，不是那种色，不会讲，因为你手没有在那里，你手在正面旁。只是为什么他屁股会有一根是翘起来的？这是什么？那个蝎子的那个后面那只脚。不，它是螃蟹吧？蝎子。他们在冬眠，没有在手下留情的哦。啊！我要马上就死了！对！这里是梦幻沙滩，还蛮少人的，虽然没有太阳，可是这样也比较不会热，骑车还会有点冷。好啊。等了两三个小时，林轩，对，拿到，耶！你要炫耀的脸，很秋的脸，来试试看，排很久的鲨鱼，什么味道？鲨鱼什么味道？鱼的味道，鱼就鱼的味道，好吃吗？好吃吗？什么味道？鲨鱼？我没有吃鲨鱼的。那不然那是什么？炸鬼？就是虾子鲨鱼。啊，那你那个鲨鱼什么味道？鱼的味道。就鱼的味道。现在6:30，我们来这个一家仙人掌冰。看起来好像没开，可是老板有特地出来问我们要不要吃冰。这个就是仙人掌冰，这样子40块，你吃吃看，什么味道？仙人掌有一个芋头的味道，芋头，颜色也跟芋头蛮像的。真的有芋头的味道吗？真的，而且他已经吃完了，好厉害哦！你整个撕焦哎，而且黏黏的，有芋头的味道吗？就很像那种那个什么，有芋头的味道，有点像洛神花的感觉。是勺子是有芋头口味的勺子，
果是里面真的有放芋头啊。我们刚说仙人掌吃起来就是芋头的味道，白色的，口感像秋葵。秋葵，哦，那有点黏黏的，对对对，黏黏的，勾勾。结果芋头比较好吃。是第二间仙人掌店。原来是这样。吃吃看哪一间比较好吃。天色都暗了，我们现在才在吃冰，而且今天蛮冷的。为什么？偷偷啊！偷偷啊！让你们体会到瀑布的乐趣。阿曼，你怎么推荐我们吃六色？六色的超有每一个口味。你先吃一个看看。对哦，比刚那间好哦。就是棉就没有那么你的脸都那么疑惑啊，所以这个不会格格吗？不会。洗衣精，洗衣精哪一排的？哪一排洗衣精？桑葚的味道。可是我觉得刚刚那个不浓，刚刚是冰沙，比较冰沙。这是就是冰淇淋。也是冰沙，可是刚才那个冰比较大哦，就碎冰。那这味道。这个是六色是六球吗？对，只是在外面瘦一点，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久。会不会香槟最好吃？而且这个只要65块。这个仙人掌比较我吗？对，好吃。要黏吗？比刚才的那个还好，这个有点比较酸，偏酸。我来吃。阿美，你觉得哪一间好吃？我都不喜欢。仙人掌不是你的菜。这间仙人掌就比较好吃。那吃冰都没在用汤匙。有吗？有啊。你的汤匙是装饰品。汤匙是用挖下面的。汤匙比较好吃。裤子都穿不下了。我吃到快吃到发抖。对。好冷哦。我时不时手也会抓一下。越吃越冷。哎，过来啦！你们说一杯不是问题，两杯也是。我觉得百香果最好吃。没有，我也不知道。我没有吃到百香果。挖到百香果吗？好吃。我没有挖到，在前面。给你挖一口。他想要好好的，超大。哎，哈密瓜也好吃，最难吃的是那个。我也没吃到哈密瓜。那冰也在跳。好起来！好起来！你觉得你上面很好吃，你要把它吃一吃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上面是最好吃的哈密瓜哦，跟那个百香果。什么？他们男生说他们要煮，有没有很感动？差点哭。你看。